走吧，继续我们的奇怪之旅。这样，等一下，我去看一下哈。嗯，凯那边是不是有东西？什么鸟左边，松鼠右边？鸟左边，松鼠右边。先拿一下那颗钥匙。鸟左边，松鼠右边。Alright, let's go。哎呦，我自己耶！我觉得那个是，对，我自己会一直复活。先来个挑客师吧。我们有松鼠，松鼠加无限应该不错。OK, let's go。没问题。什么意思？好，看不懂。有麻雀，麻雀。所以我把松鼠放下来，我把它给嘎了。那我放过来这里。牛蛙，我把它给嘎了，放在这边。然后这边我们再抽出一张牌。我再把它给嘎了，我把我自己放在那边。那我们再抽多一张牌，咱们又见面了。好 ，OK, 没问题。那我们先走个架子，我觉得这边也是要打架，对不对？哦，没有，我们要刚买皮。那我们先买两张皮。因为我们没有钱，然后背包这边的话应该也没东西要拿，我们那边好像是满的，或是我们可以拿一个黑山羊。OK, 对面有谁？对面有狼跟一只鼠，所以我把它放下来，换个牛蛙回来，臭虫就先留着。交换狼会打死他，那我自己再抽多一张。我们把树兔皮拿下来，然后等下回合吧。OK, 他死了。这里我们拿多一只，然后松鼠，松鼠先放下来，因为松鼠不会死嘛。然后再放一只臭虫在那里。OK。那我们再拿多一只松鼠放在这里，继续。那我们再拿多一个松鼠。OK, 没问题。雪滴，这是啥来着？我有点忘了。我会有点想要走这边，所以我们走这里。这是什么鼠啊？鼹鼠吗？OK, 我们可以拿灰熊，又或者是我们再刷新多一次。哪个灰熊吗？可是灰熊我需要黑羊哎。可以的，先拿这个，再看看。OK, 萤火。自己的话是加生命。那我们可以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见好就收。这边我们见好就收。会飞的狼，行。会飞的狼会有点麻烦，我们需要把他们给干掉，所以我这个先放在这里，放个弱狼下来，再放个牛蛙下来。
它会飞，所以它不会打到我，所以不用理它。OK， 那边没有掉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再拿多一个松鼠，让它打掉。然后我先放一个白鼬下来，然后再把它们全部杀掉吧。我放一个灰熊下去。OK， 然后这边我们再拿多一个松鼠挡在这里就对了。OK， 没问题。我们把奶熊丢出去了是吧？嗯老实说不太想拿，刷了一次。公蚁，凯西好像还蛮不错，先拿凯西吧。那我们到这边。还是增加力量的话，那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 UNI， 我自己。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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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那一直不见的话，我会想哭。OK， 那我们又到了我们的挖金的大家。我想想哈，他狼在那边，我灰熊也要拿下来。那狼有点麻烦，我又不能让我的松鼠先死，所以先这样。等等，我松鼠不能先死，我松鼠先死的话会麻烦。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先放个牛蛙，再个放个白鼬在这边。那我们继续抽牌，发呆，再抽牌，再发呆。抽牌，有我自己，好事情。我可以把我自己给删掉，对不对？我还可以放臭虫。啊，完蛋！我没有打掉他的鱼子。哎，的是。没事。这边我们再拿多一个松鼠，发呆。再拿多一个松鼠，发呆。我希望他们把多一个金块打掉，他们没有把一个金块打掉的话，我基本上做不到东西。OK， 谢谢你。松鼠上，我自己上。OK。继续发呆。还有更多松鼠。再拿了一个松鼠。放一个蟑螂在那边。OK， 然后我们再。手牌很多。我没有熊嘛。这先放这里，灰熊来，要乙三，那我放在这里，我再把我自己丢出来。OK， 没问题。
可以啦。灰熊是拿来 carry 的，不是拿来献祭的。你看我对你多好。13号孩子，奇怪的幼虫，可怜的孩子。不想要，不想要献祭孩子，哎，随便拿吧。OK， 走吧，那我们要到我们的湿地。有，我看到献祭祭坛，我有点想要去献祭祭坛。走吧。OK， 我们需要什么来着？我们不要小骨头，这什么鬼？我们把凯西丢上去。然后我们给灰熊他的技能。OK， 没问题。然后打这个比较难打的东西，会成长的昆虫，可以，来吧。没事。啊，蜜蜂在那边，蜜蜂会是个问题。嗯，我自己来了。那我可以先把它放在那边，我自己删掉它，放这里。我再打多一条松鼠，我跟你讲，极端。OK， 我给你体验看看什么叫极端。前面有蘑菇，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的话拿到一个重复的会比较好。偷狼表，我们拿这个。来吧，您可能想要看向别处。OK， 没问题。我们牛蛙升上去了。哇，这很尴尬，这极度尴尬。嘿，去啊 ！Excuse me， 继续吧。嗯，继续吧。哎，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再走右边。能拿到重复卡是最好的事情。哇，我要再爬升上去是不是？可以吗？其实我蛮好奇耶。呀呀，让我再试试看多一次。能吗？能吗？能吗？我们不是猎物哦，所以24+12=36哦，我说我还可以再升上去吗？好奇心爆满，幸运一抽。OK， 这边比较麻烦的是这两只。那只会潜水就有点讨厌，所以我们可以先把牛蛙丢掉，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我们可以先把牛蛙干掉，然后这里我们再拿到一张 OK 继续发呆。你前辈，你前辈，你打不死我那只四，你也是很惨。这边我们要打多一只松鼠，因为那边有来一只新的，特别麻烦的。哦，好，不用紧，你赢了。这边我们再刷新，哇，还可以再升上去吗？好奇，好奇，好奇，好奇。不过，或许你能接受我朋友送的这份礼物。那是什么？灵鼠哎，谨小，谨小正慎。甚微的灵锁，千万不要低估一个货值充足的背包能有多方便。行 ，OK， 然后到我们的该死钓鱼仔，我真的很不喜欢打钓鱼仔，我觉得钓鱼仔好麻烦。来吧。我就前期就要想办法把它打下去，不能拖，拖的话我们会很惨。这边我们丢一个兔皮给他，拉去勾。哥，你已经勾完那兔皮了。这里的话，我们就一直放松鼠，我跟你说，我就不信你打得赢我，我一个奶熊就可以打赢你了。我就放个奶熊，啊，这个是三边打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拿缝合兽。哎，奶熊超 carry 耶！你考虑过哪一条钓鱼人捕获的鱼当做晚餐？但是那一股恶臭让你望而却步。晚餐得稍等一会，所以我们到第三张地图。啊，吹过你的肺部，寒意已经爬到了雪线。哦，我们爬上去雪线呢。有一个任务需要渡鸭嘛？哪一个吧？加一攻击，我可以放在我身上，或者是放在奶熊身上，我就放在我身上吧，因为我可以一直复活。所以如果你是说 CP 值的话，可能我自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可以一直复活，一直复活，一直复活，一直复活。两条路，他们路也太多了吧。
OK， 没问题。没有啊，我哪有抓你细线剂？我对你这么好，是不是？嘿咻，嘿咻，买两张吧，走吧。你要给我了吗？谢谢。Let's go。哦，还会有哎，缝合怪，不愧是缝合怪。OK， 你这个是啥？好，就纯纯的、纯纯的坦克的意思。金刚皮到底要拿来干嘛？OK， 我终于抽到我自己了。先把这只打掉吧，那只比较麻烦。哦，好吧，我输了。我应该用道具的，我不该省道具，对不对？断尾。我觉得祭品可以先拿。按照这道理来说，我可以把这个丢上去，有没有？然后放到我自己的身上。哎、欸，那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直接召唤出一只灰熊出来，然后我还可以复活，足足的工具人。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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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一回合吧。这样的话很亏，我是觉得很亏，我不太想这样丢。哦，被包被满的话，我可以随机获得一个道具耶。还挺强的。OK， 没问题。走吧。拿这个。啊！我不太想拿。但好像也没办法。Hello， 我又来了。Go！ 哇，真的还可以再合上去耶！我那牛蛙快要被搞到不三不四了。你前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一眼就认出来是恋人。你伸手想检查他的货物，但他阻止了你。抱歉，但今天是你要提供毛皮嘞。哦，虫牌不错，还有很多奇怪的青蛙，这是什么？
meeting 啊。这我可以先放在这里。你打不死哈。好多牛皮哟、哦！我的天哪！这场是怎样？我是贼头皮就是了，对不对？要求哦，那皮多大？上等的毛皮蛋循环必须继续。你们想干嘛？来交易吧！好，好，强大吧，让我直接要用最好的毛皮来换。可你这边真的没有几个是好用的呢，人杀咯，大白杀咯，大白杀比较有用罢了。剩下哦，剩下都为你而战啊。真要讲的话，我就只有大白鲨要拿掉。它大白鲨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小尾蛇其实也可以，或者是只要他们没有人在我这边的话，我基本上是可以赢的。所以我这边只要让它空掉应该就比较好的嘛，对不对？你这个不要动吧，这样可以吧？只要我灰熊还在要接个火吗？我跟你说只要我黑熊还在，终极极端他、啊、这个就是防御型耶，可以先来一只狼吧，说不定只要有麻烦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救到我一个。神秘猎人接毛皮上雪就成河，但你坚持了下来，你看到远处有灯光，终点快到了。让我想想哦啊，终点是这里是吧？我觉得我可以放在杜亚上面，或者是缝合兽上面，缝合兽吧，去吧。你的双眼紧盯着小木窗，那温暖的光，便是压抑的夜晚中的一盏明灯。当然了，这个小木偶标志着你的苦难就到此结束。这小木屋不就我们现在这里吗？等，修蛋机嘞！哇，这感觉有点恐怖！不要跟我说有什么 jump scare 啊，我经受不起！我现在盖住眼睛了，我听到有声音了。
正站在鬼一小木的门外，我给你一个机会，不是每个冒险者都能获得我的奖励。如果你能通过我的试炼，你将会得到我的重赏。有意试炼，抽出了三张牌，必须通过一张带有空袭的卡牌度过。毛皮卡牌 ，CEO 卡牌是怎么说？我毛皮有被换吗？我毛皮没被换，对不对？我毛皮还是很多，对不对？有 ，OK， 可以。骨王之甲，你可以持有八个骨头之下开始一场战斗。黑血羊之甲，你可以在牌桌上有黑血羊状态下开始一场战斗。你可以在自己回合开始可以抽两张牌。自己回合开始可以抽两张牌。如果有任何圈环自动通过，这里的话好像是圈环会比较有可能，是不是？他有所谓的圈环是戒指。进行一场战斗，我就抽卡呗。哦，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打大 boss 的意思。你这么获得我的两个奖励，我很少这么说，但我的确佩服的五体投地。你这对手相当实至名归，但很不幸的是，我很快就会置你于死地。盖眼睛啊！哦，你可真够磨蹭的，我很想再来一局，准备好了吗？哦，我终于看清他的面目了，来吧，可以，灭吧。哎，他好作弊哦，哪有人这样的啦？我赌他再次会过来，对，我赌他会过来，那我就给挡到他后面了。我先找我自己出来。我找我自己出来之后，我怕会有第二回合，所以我们这边不要把全部东西都先丢出去。愧疚的颜色，他们背叛了你。啊！我看到我自己在对面。来个灵鼠先，来个小松鼠。那我们这边可以不用先打，没差。照理来说，他应该会直接下去才对。来，下一回合。那盖世音量真的很惊人，但它对我来说毫无价值。我在想，哦，你看这才叫做有价值。灰熊花来了，意识全面打击，行，打吧。
要先等我们的洛朗死了再说 ，OK？ 你来，放一张松鼠上去。这算我们用臭臭印记削弱我的月亮，说不通啊！月亮哪来的嗅觉？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战斗。你不能怪我的哦，臭臭印记很好用哦。再见。你现在真的摧毁了月亮，几乎接下来只要把我解决掉就行了。继续加油吧。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把灰熊给叫出来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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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觉告诉我说他可能还有下一回合，先不打。 OK。 我好怕他还有下一回合，我不敢乱打。Oh my, did I just, I think I just made him. 他还是有一瞬间回到现实啊！哎呦，哦，所以我们打赢一次，哦，好 ，OK。Hey there, card gamers. I'm the Lucky Carter, and this is another pack opening video. Today, I am opening Catch Monsters packs and digging for that epic shiny Transcendog! 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about to open my first pack. Feeling good about this one. Feeling real good. Ooh, what do we got here?Okay, and our first rare is a Urchkin. Not exactly a viable competitive card, but hey, it's a pretty one. All right, next pack. Feeling even better about this one. I gotta say, these cards are feeling extra silky today. I mean, 我在看别的的猜 card factory, what? These are feeling good in my hands. Okay, let's see what we got here. Some jank cards, maybe a few additions to my draft cube. We'll see. And our rare for this pack is Bamdog. Not exactly riveting so far, but we have many packs to go.Next pack, here we come! Just cut out this part. This is 9月15拍的。Hey there, card gamers! I'm the Lucky Carter, and this is a vintage pack opening video. Today I'm opening a few super... 我在看人家开包直播是不是？ I've got 4 packs of Inscription. You would not...我现在发现要直播，你们好多格子哦，好恐怖哦。I'm barely old enough to have seen these going around in my childhood. For whatever reason, they only did one set of these cards and then stopped printing them. There's not a huge market for them anymore, but at the rate I got them for, there's not really much to lose. That being said, a foil Mantis God goes for a couple hundred bucks, so.所以他只是想开卡牌来卖。And our rare for this pack is Blue Mage. Cool looking card, but not going to be worth very much. All right. Let's see what we got going on in the second pack. This pack has been opened.Sealed. Hope no one snuck the rare out of it. Suck.
opens and reseals. There's a set of coordinates on this card. Looks like they were drawn on with a pen. 49 degrees north, 123 degrees west. I think I'd have to check, but I think that's pretty nearby. Aww. OK， 然后我先把那个荧幕弄一下，要不然那个画面好难看哦。等等哈，这样子就可以了。滚啊，还是一样，真的假的？好，那我救不了了，对不起各位。Alright, you guys, I'm out here living my best life. Got my trusty headlamp and shovel. Always come prepared, kids.没有，我这边看很清，你们那边就对。要不然我截图，我等下放在 DC 给你们看看。Yeah. Okay. Woo. Getting close. I think. Assuming there is a thing to get close to, this very well may be a massive waste of. 哦，这是什么鬼？哎呦 ！All right, that's why you always bring an extra battery, boys and girls. Every time, you gotta come prepared. 好像有东西，你说刚刚吗？看不出来。Whew. Getting close. I think. Assuming there is a thing to get close to, this very well may be a massive. 没有，没看到有什么东西。没有，没东西。All right.That's why you always bring an extra battery, boys and girls. Every time, you gotta come prepared. 哎呦，我真的很怕这种。你们看好了，我听声音。Me scare scare, okay? Me scare scare.This is it. You 们看，你们看，人家跟我讲发生什么事情。Miss get scared, miss get scared. We dig. He 听到这声音，他确定他是蛙吗？ I give a 75% chance it's a rock, but.Only one way to find out. Oh, 开挖了，听到了。The fuck is that? Oh my god, you guys, I can't believe it. There's actually something here.哟，这种郊外野林去让他挖东西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恐怖哎！为什么有人会敢这么做？What？ 磁体？啊 ？What the fuck？ Guys， are you seeing this？I'm a little confused. Wow.
on this thing.那也是啊，那个磁铁是游戏。所以我们还在录。我不怎么庆祝别人人生，你也不怎么送过礼物，但是你挑战者，你值得。请别客气，放开吃。有什么问题吗？应该领取你的奖励了。非常好，来吧。哎呦，你就站在那儿。啊？去给你的，你这忘恩负义之徒！啊！给我换回来！哎呀！我这边死了好多人哦。我现在换去右边。我只能走一次。我现在换去左边，左上不能走，左边直走不能走，左下不能走。那我又换回来了。啊？它好像就一个长方形。这个很像是把我们关起来那个小木屋嘛。我们在这边嘛，然后那个人会在中间这边嘛，对不对？然后这边没办法走，是因为这边有一大堆尸体嘛，是不是？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桌子，然后那个人的照片在这里，然后这边没办法走，因为这边有一大堆的堆物。然后我们开会一人走就这边，这边按个加，对吧？然后这里是门，出去的门，把号就。You sure? 行，我相信你。